好，各位好，我们来解禁烟立扣的问题。好，禁烟立扣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，第205题，所谓的 isomorphic strings。好，它这个题目的大意是这样，就是说它给了两个字串，一个叫 s， 另外一个叫 t， 你要去判断这两个字串是否为 isomorphic。那它这边就是去定义什么叫 isomorphic。他说两个字串是 isomorphic 的话，如果 S 当中的字元呢，可以用 T 中的字元去取代，其实这边它的一个如果你有学过数学上的 mapping 的概念，那我们大概是这样来看，所以所谓的 isomorphic， 那在这边来讲，就是说我们这边 s 跟 t 这边，我们会有对应。啊，这边假设是 f， 那它这样的一个 mapping 呢，它是所谓的 one-to-one correspondence， 基本上呢，就是一个对一个，啊。那当然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当然它当然是会有所谓的 inverse map，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考量。好，所以它这边的例子，我们看它这边是 AGGA 跟 8ADD， 这个当然我们 E 跟 A 做置换 ，G 跟 D 做置换，这个当然是 isomorphic， 这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啊 ，full bar， 这一看就知道它不行。第三个 paper 跟 title， 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。这里的对应过来 ，P 是会对应到 T，A 对应到 I，E 对应到 L， 那 R 对应到 E， 基本上呢，这个也是 isomorphic，它是 one-to-one 的 one-to-one correspondence，所以它的 inverse map，它当然是可以倒过来，所以这个是大概的题目的一个陈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怎么大概是怎么去解题。好，所以解题的部分，我们当然就是利用这样的 one-to-one correspondence 这样的概念，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去判断它这里是否为 one-to-one correspondence， between S 跟 T 之间这两个字串。那所以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想法，实际上就是去建这样的 one-to-one correspondence。我们的 ST 就代表是从 S 对应到 T 的部分，它对应的 inverse map 就是 TS 从 T 对应到 S， 如果可能的话，如果说这样的 ST 跟这样的 TS 可以建构出来的话，那当然毫无疑问的，这个答案当然是 true， 如果没办法建构出来的话，它的答案当然就是为 false， 所以这个情况应该很清楚。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 hash table， 那在C加加来讲的话就是 an old map。 那如果说你要比较快速解答，就是让它的那个执行时间可以比较快一点，我们这边当然就建议你采用 array， 那加上 bit set， 去记录它到底有使用的哪些字母，这边去记录有哪些字母使用，主要是考虑你这样一个 mapping 当中的它的 domain 跟 range 的一个情况。
好，所以我们如果是采用阵列的话，基本上就建立两个阵列啊 ，S 跟 ST 跟 TS。那基本上前面这个当然是从 X 对应到 T， 后面那个是 T 对应到 S。然后我们再使用一个回圈去看它是不是能够真正能够建构出来的 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啊，你可以如果可以建立它，当然就 return true； 如果不行的话，它当中就会提早那个 return 那个否定的答案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到在 LeetCode 上面的解答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在右边这里所展示的是应该是 unordered map 的一个情形啊。那当然就是 unordered map 本身它就是一个 map 啊，所以在这边使用上当然是很方便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直接执行一下，看看它的一个成效。基本上这三个答案都是正确的。对应都第一个 OK， 第二个当然是不行，第三个是 OK 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解答，那当然就是采用所谓的 array。好，那这边也是真正的 array。我们这边 Ctrl V， 好，看看它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形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特别在21行的地方，我们多一个 output 啊，特别是要判断它错误的地方啊，这个在出错上当然会有相当大的帮助。好，那在这边的话，就是说你采用 array 的话，你可能还另外需要别的容器啊。我们这边是采用 bitset 去记录啊，它所使用的字母。至少用我们这样的解法啊，主要是做如此的一个处理。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。好，在第一个 case 跟第三个 case， 它当然不会有所谓的那个这边的 cout 的部分，但是第二个它这边就很清楚啊，在。也就是在两个自串在字元二的地方 ，index 二的地方，它就出现错误啊。在这边的话，就大家可以知道。好，那这个问题，那当然也有算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